呢名女子揸电动单车载住一名男童同一名女童喺上水行人路行驶，佢哋都冇戴头盔，咁样真系好危险。警方就话非常重视案件，并且主动调查。喺星期四中午12点拉咗涉案嘅女子，涉嫌无牌驾驶、运载不足8岁嘅儿童乘客等等7罪，佢获准保释，并且需要喺6月中向警方报到。